像是 Halloween 这种的化妆棉。那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它是可以试上很多层的。那如果平常只是擦拭全脸的话，就是用一般的化妆棉就可以了。那使用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浸湿，然后化妆棉大概是变成就是这样湿湿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敷在脸上，然后时间差不多之后就可以撕下来啦。